哎，你说我们这几个人里面谁最能做饭？我会炒菜，我炒菜很好吃的，老铁们。哎，但是你是看菜单的那种，还是就自己随便做？自己随便做也可以，新学的菜可以看菜单做。那你好厉害啊！看菜单做就很容易啊。哎，这能我们自己加热一下？有点凉了，是不是？凉了。嗯。等啊，炒一下。哎呦！哇哦！油，麻油的话加一点应该挺好的。我们现在感觉不会只靠政委了吧？只能靠政委了，我不会做饭，真的。来来来，谢谢郑老师。哦，热了好好吃啊！是吧？热了好吃多了。热了好吃多了。对啊，有热气儿。这个虾真的不错，是吧？嗯。